金曲歌王林振阳以温暖的歌喉唱出动人心弦的歌曲，让听众个个听得如痴如醉。这次关西音乐季与古迹结合，在有80多年历史的东安古桥下举办，吸引上千位游客来共享盛举。刚好放假啊，就想来看一下，觉得很感动，非常的轻快，引起大家的共鸣，很好听。连外地来的艺术家也爱上古桥与美景，拿着笔跟画纸，伴随优美的旋律，现场画素描。边古桥哈，非常的美，比较古的那个气息。还会再找时间再过来再画。一系列活动还邀请到天籁之音、春之声管弦乐团现场演出，以及客家传奇谢宇威等歌手轮番献唱，还有结合在地手作艺术家摆设摊位，以及社区居民的轻美食展售，可以认识关西民风的淳朴，关西人的善良，还可以欣赏到我们古色古香的一个东安古桥。东安古桥呢，是我们新竹县的历史建筑啊，借着音乐会，然后把我们的历史建筑古迹把它活化起来。活动相关讯息可参阅关西亚维农艺术节粉丝专页。